朝鮮先生，朝鮮弟弟，你好嗎？唔該，我想介紹自己，我名叫 Ameliana Tiffany， 我今年23歲，我未結婚，我喺智拉執中州花園嚟嚟，我嘅身度有157個，我嘅度仲有50公斤，我身未高，我更高。我識煮魚，但係我識煮煮魚。我以前做嘢喺雅加達6年，2017年到2023年。我嘅老闆係中國人，我嘅老闆有6個人，先生、太太、婆婆、2個小朋友同埋 BB。我嘅工作係煮餸、買餸、整極屋企，2個小朋友同埋 BB。我而家學緊追中國語同埋廣東話，我會勤力作嘢、禮貌、老實、暗微博菜。我希望弟弟先生前我，唔該曬先生，唔該曬弟弟，喺香港再見，拜拜。